累，自累。几点了？哎呦，5:25。加上好友了没？兄弟们，俊杰打电话打不醒啊，找网管拿了钥匙，给他把门打开，叫他吃饭。我操，这么多垃圾啊，跟垃圾场一样的。俊杰，醒醒！醒醒，你真能睡。几点了？起来了。咋吃饭去？你真能睡。还没4点。快起来了。你饿了吗？有点饿了，我肚子饿了。真能睡。哎呦，喝点红牛吧。先喝瓶红牛。哎呦，太快了。兄弟们现在已经起来了，这个兄弟的话让他打把游戏，我去洗漱一下，不然不洗漱出不了门了。兄弟们干净了，爱干净的人。现在已经到了，洗漱。哇，凉爽啊。对啊，又先回阿姨了。哎呀，干干净净的，这个看着还挺舒服的哈。哦，他就知道了，就是对，主要这两天经常给你好好的打扫啊。对，打扫啊，没听懂。主要咱都是爱干净的人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收拾了一下和阿姨，干干净净的来，干干净净的走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好啊。这地走啊？这啊？你这地走？你想我吗，阿姨？想吗？想，真想我家人吗？这是有生之来，这第一次见我房间这么脏的吧？嗯。但忘不了我，好吧？以后想忘不了。你这个就那个什么这一点。就真的我身上的味道就能瞒得出来，是吧？行，辛苦阿姨了，好。兄弟们，现在头发干的差不多了，这个兄弟也打完游戏了。我们这个包厢的话，连走嘛，干净的来，干净的走，然后和阿姨打扫打扫。毕竟主要是都是爱干净的人，是吧？对，我是爱干净吧。行，明白。是啊，这走吧。今天的话就可开了酒店嘛，这主要是这个网吧双人没有了，没有那双人包厢，所以说晚上我们去网吧，先去酒店开了酒店，让兄弟好好休息休息，然后拿着吧。走呗，走吧。现在东西都收拾了，直接关门就好了。哟，给人关上门。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到五月广场了。这个兄弟饿了，非得他想吃鱼嘛。今天的话再尝一次那天吃的鱼吧。兄弟们，现在鱼已经上来了。和兄弟喝一个，从那么远过来找我自律，辛苦了。走一个。好，开吃吧。开吃，看着挺香啊。看，现在已经吃饱了没？走吧。哎呦，今天吃了20000米饭，好家伙。喝打包吗？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到了。已经到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到了，开机，你玩哪台？这台机器的配置多少？4060-4060。今天买了2家的水果，2人吃吧。好吧，今天不错，这双床，这个床还是有点大小的话，还是挺合适的。好，兄弟们，刚才这里又来了两个兄弟，打个招呼吧，两个帅哥。好，那牛的多的是，好吧，喝，这随便喝。先等会儿啊，然后我先解释呗。今天愉快的通宵自律生活开启了，兄弟们，晚安。